walking down the street on clouds instead of the concrete. I'm dancing through. Everything's about to come my way. Nothing can ruin my day, no matter what.听听现在一个人自己在楼上房间玩，我要开相机看着他，所以我赶快下来想要做个午餐来吃。因为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，其实前一阵子了，看到很多人做那个 folded kimbap， 就是那种折起来的海苔三明治，我觉得看起来很好吃，所以我也想要试试看。而且应该看起来没有很难，只是要准备很多材料。而且我那个饭是昨天晚上家里的，所以我现在要用电锅蒸一下，因为我们家没有微波炉，我觉得蒸饭应该是最好时间的。那我们就赶快开始，因为我怕婷婷等一下会哭。Kevin 在楼下运动，那天在全联买了这种大片的海苔，这是白饭、鲔鱼罐头，可能之前 Kevin 用过，所以装起来。然后这是玉米罐头、玉米粒。对，我想要做鲔鱼沙拉的，所以是美乃滋、蛋、cheese。哎，我想看1、2、3，那我还有一个片要放什么？翻到冰箱的小黄瓜，可以加这个当蔬菜。只需要一点点，要加一点麻油、盐巴。棒！稍微拌一下，好香哦！应该要先叫一杯咖啡，来叫个 Luisa 榛果风味拿铁，好喝。OK， 饭用好之后，来用 tuna 沙拉，水煮蛋已经煮好了。先看一颗够不够。你要把它洗掉。你蛋是多久拿出来的？9分钟。好，可以哈。嗯。你还在帮他洗澡了是不是？对。在洗水槽。洗水槽，你赶快全身冲。嗯。好可怕的景象。景象啊，不错。我爱你啊。刚刚因为我跟 Kevin 都在厨房煮东西吃，然后轩猫就说，那不然他上去帮我们看甜点状态怎么样，因为他听到甜点自己一个人他就有点担心嘛。然后我们就从 baby monitor 听到说，啊婆婆啊，啊婆婆是婆婆呀，啊、哦、下一个，婆婆爱你呀、啊，婆婆爱你呀、啊。然后过没多久突然听到惨叫声，就啊，看到轩猫这样跑下来说，你们暂停，你们暂停。他大便全部都是，他大便炸出来了，然后薛爸看到就这样跑掉了，然后下来跟我们讲之后就说，好了，我要去洗澡，我等一下要打牌。婆婆爱你，还在那边婆婆爱你，然后就跑掉了。别，婆婆呀，
婆婆，啊，婆婆在这里呀、啊，啊，这样啊，啊，不能怪犬妈，因为犬妈可以帮忙看着小孩，但是他不会顾小孩，你知道吗？他不会换尿布啊、洗澡、喂奶那些，他都不会，所以真的超好笑。然后刚刚我就继续做，下面上去赶快帮甜甜，就是那个全部洗一下什么的，哦、真的是惨况，全部都是。No No， 波波爱你啊，真笑死。他们说从。中间这边切刀，我好紧张哦！如果失败怎么办？如果包不好怎么办？然后分四个。I saw you from across the room.Mad, I never knew that I could feel this way, and it's kinda strange. Don't even know your name. I don't know you, but I want to get to know you. Just wanna get to know you. 啊，好丑哦！棒。超丑哎！你要弄扁一点，你要太厚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这样子比较接近现实，这样子你网友做不会有落差。我像你做那么漂亮，我做这么丑，就大家一起丑吧。嗯，你们看，第一次做不会很漂亮的，我这样是非常真实的版本，对不对？好吃比较重要，而且你们看后面小黄瓜这一层超短，为什么网络上大家都做那么漂亮？那我这样子把它包起来，好啦好啦，你的比我成功啦，大家看我的 protein bowl 这个吗？对， Costco 这个没有任何调味的 yogurt，因为它每181公克就有18g of protein， 然后那时候小伟说：“你买那么多干嘛？你一次买6罐，你不知道吃这个吃多快。”太夸张，半罐就没了耶。我超爱这个花生酱的，福源花生酱。Oh my goodness， 这看起来好饱哦，我光看就饱了。我比较好养，我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养我很便宜。有蚊子。点心，这饼干是那个 The Nomsy Shop 我朋友送的，端午节限量口味芋泥肉松，看起来超厉害。巧克力大理石面包，忘记说另外一个口味是咸蛋黄麻吉，我还没有吃到，但也很期待那个明天吃，因为他们说这一颗卡路里要300，所以我们就是一人一半，一天就这样的扣打。甜甜咸咸的，吃完午餐甜甜睡着了，我现在要趁他睡觉的时候赶快来整理一下我的衣橱，因为其实我衣橱布满了很多我不会再穿的旧衣服，抽屉的衣服呢也全部都是用塞的，没有分冬天跟夏天，真的很乱。然后因为我现在要自己做衣服嘛，所以空间有点越来越不够，
加上我现在走进我的衣橱，就不会有想要打扮的那种冲动。给你们看抽屉有多乱，你们应该会吓到。这里有很多那种真的是不太会再穿的。Let's go。Nobody told me to settle down. Day nights and late nights don't get around. But there's something about you, something about you I like, about you I like. You're crazy for saying I should slow down, but maybe I'm escaping the love we found. 哪一个小朋友醒啦？你说。大家，我起床了，我一直哭哭，我不乖乖喝奶奶。这么开心的、啊，你自己玩一下，妈咪继续整理好吗？可以吗？啊、哦。棒、哎。哎呦哎呦。哎呀，小朋友，棒！是谁撞到头啊？嗯，终于整理的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。然后我在这里的衣服有一点点难分类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季节，加上有些长版的在短的放不下。所以我没有做任何颜色分类或是季节分类，我就是以自己有多常穿它来去稍微放它而已。怎么办？好没有说服力哦，天哪！ Anyway， 这一区就是我自己常穿的啦。然后，但是有冬天外套，也有到夏天的长裙。然后这边一大半呢，都是以前我跟萱妈在温哥华会常穿到礼服的时候买的，但是现在在台湾根本也没有什么场合需要。这边就是比较那种度假风的衣服，但是这里也有放我自己的 Shawlen 的裤子跟裙子，还有这个连身裤。应该说这边是一些比较重要场合会穿到的啦，然后这边是比较随性的。再来这一区全部都是冬天比较厚的外套，或者是这种秋天跟春天可以穿的 cardigan。 下面这里就清空了。这两件外套呢，是我当时在喂奶的时候很方便穿的，就是一拉下来就可以亲喂或者是挤奶，但现在穿也太热了，所以就挂在这边，因为放在抽屉又太占空间。这件是甜点的小外套，这里就是几乎没有在穿的，或者是薛爸薛妈旧的衣服也都在里面。然后这里还没有整理好，这边是甜点穿不太下的衣服，我就想要装到箱子里面，之后看可以送朋友，或者是如果有下一台的话可以继续穿。这一面的抽屉就是冬天的厚毛衣，现在比较穿不到了。这边是放公关品的抽屉，这里就是甜点的，这一堆就是我全部都要捐出去的衣服，非常的疯狂。抽屉也都整齐很多了，这边就是长袖，秋天春天可以穿的，但我发现台湾根本没有春天，台湾就只有夏天跟冬天。然后这边是 legging 跟裤子，等于说下半身类的啦。你们看我夏天衣服就这样，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短袖就这样，有点寒酸。这边就是居家服，一套一套系列的，下面全部都是睡衣，我非常重视睡衣跟居家服，所以他们有自己的区域。全部整理出来的衣架，这样看起来舒服整齐多了。现在晚上快要7点，他终于累到睡着了。他平常大概醒2个小时，2个多一点他就会很累很累，所以现在快起来，可能睡到8点到8点半之间，我再把他叫起来喝奶，然后就可以再让他直接睡到明天早上。但是现在我要先去吃晚餐。今天薛哥去钓鱼，好像听说钓了蛮多回来的，所以 Kevin 跟他在烤肉，然后还从基隆买了营养三明治回来。我其实到现在没有吃过营养三明治，所以我想要去楼下吃吃看啊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还想要做那个，我们去宜兰吃樱桃鸭的时候，我没有点一个前菜，是那个
我不知道它全名是什么，反正就是那种梅子粉腌番茄，很好吃。然后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食谱，看起来蛮简单的，所以我想说试试看，因为 Kevin 非常喜欢，希望会成功。你这个东西根本没有用，一直被蚊子咬。原来营养三明治长这样子。等一下，还是能吃。很特别的味道。炸过的面包。好特别哦。嗯。这一点都不营养啊。这超难的。很好吃。胖子小它是鲜甜，它不是你想要中那种很浓郁的那种。好喝，很鲜啊。嗯，这两箱呢是我准备要寄给 Tiffy 跟 Yvonne 的 care package， 里面东西都差不多，给大家看，给他们男伴的口罩。然后因为 Tiffy 很喜欢 Line， 我就看到有 Line 的口罩也买给他。我买了一些泡面，想说给他们吃吃看。咸蛋黄干拌面，鳕鱼香丝，这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口味， Tom Yum 的 Pringles，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喜欢。一些软糖啊，糖果，小泡芙，我之前的饰品联名送他们。然后这个口罩套，对，想他们用得到。这个是 Tiff 自己指定要的那种香香喷雾，我就在网络上帮他买，在 Pinjoy 上面买的。他很喜欢他们家的这个，就好像他可以喷厕所啊、窗帘啊什么，他的家就会很香。之前喷醉寄给我就很喜欢，但这一次我就自己买送给我朋友他们，大概就这样。然后可能明天找个时间去寄吧，一次寄两箱。因为他们在加拿大现在都不能见面，然后都只能在家里，所以希望他们收到这个会很开心。在底下哦，要把它搬起来。啊，你知道我喜欢喝比较多糖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洗完澡了，还给自己绑了个辫子，因为，没有为什么，就突然心血来潮。辛拉面，因为今天有一点点累，就月经来，然后整理衣橱，晚上 Kevin 要烤肉，然后用甜点就。不知道今天就好累哦，所以就想要犒赏一下自己。哇，它的看起来比我更丰盛。哇，Does it hit the spot？ 嗯哼。Thank you。看韩剧吃。泡面是最爽的事情。我们再看 Vincenzo，
今天有很多 errands 要跑，我要先去邮局寄 Tiffy 跟 Yvonne 的包裹，然后去全联买一些东西，哦，去 Seven 拿虾皮订的东西，然后回家赶快吃个午餐之后，下午一点要带小朋友去打疫苗，他今天要打的是卡介苗，然后打完疫苗回到家之后，哦，对，我要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，晚上要煮一个料理给全家吃，是我很久以前在主妇篇里面煮过的一个乡村炖猪肉，我其实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煮了，所以希望会成功，如果不成功的话就大不了我跟 Kevin 自己吃掉就好很久没有自己化妆化眼妆了，想说试试看，有点忘记我自己化完眼妆的样子，但是呢化完之后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接睫毛的样子，因为我觉得我画睫毛膏好像看起来就比较凶，但是我接睫毛就看起来比较温和，我自己的感觉啦，刷睫毛就看起来好像眼睛比较锐利的感觉。 Oh well， 今天因为只是出门办个事情，所以穿这种连身裙最快最方便了，这是五月的新品，五月底就要出了，我超爱穿这种不用思考的连身裙，镜子有一点脏该擦了，好啦，出门办事情。我要拿包裹，虾皮的，然后我要再一杯热拿铁。到底是谁？手机狂震动哎！启动录音中。哦。Sheldon 的布料颜色出问题，要重新选色。我想看一下17、21跟25的颜色对比，可以麻烦你帮我把白色的板子拉起来吗？我觉得这样看应该会比较准一点。我觉得先来拿虾皮包裹比较顺路，所以我就先来拿，然后现在再去邮局跟全联。先放个音乐，开车的时候音乐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专心，你姐自己不知道自己要去打针的小朋友，是哪一个小朋友？等一下要哭哭啦！抱着，不要烫。0.2的衣服量不重量，明天就用，7.5公斤。帮你帮我扶着小朋友的脸颊，No, your head is bigger than his. Bonk! Fishing home?
Do you know what's gonna happen? Do you know what's coming? 好啦，靠后面一点，然后像这个姿势，有没有看到？看到。然后另外一只虎口向下压，向下压，然后宝宝一脚并拢，好，要固定好哦，好，不能让它整个人弹起来哈，因为我们要固定好，如果没固定好，更容易穿破皮肤，很危险哦。好。点不舒服，一定要固定好哦。这样就成功了，对，这样子是很漂亮的一个包包。嗯，好，我们2:10左右到家，现在3:15，他终于睡着了。因为他刚刚一直哭，喝不饱。我想说他出门前12才喝了150，刚2:00到家，照来说他应该不会到很饿啊。然后我就喂他30，不够，60还是不够，90继续哭，我就干脆直接喂到150，他才终于甘愿的睡觉了。欸，才两个多小时欸，他喝了2次150欸，我现在终于可以吃午餐了，3:00。我今天的第一餐，因为Kevin坐我对面正在工作，我要看个影片吃便当，所以我就戴耳机给你们看我今天吃什么便当。看不到，玫瑰油鸡饭，先喝个汤。点了一杯50兰，兼喝蜂蜜绿茶。吃完过没多久，又会是晚餐时间。好，跟大家说需要什么材料，会用1-2颗的洋葱、红萝卜、节瓜、蘑菇、rosemary、月桂叶，然后这是一整块的梅花肉、白酒、黑胡椒跟盐巴。我印象中就这样，我记得蛮简单的。我们先把所有的材料都开始切起来。十几个人要吃，所以我的量准备很大，但如果是一个小家庭的话呢，所有的量跟我们用一半就好，就可能用2-3根节瓜、1根红萝卜跟1盒蘑菇就好。然后肉的话就可以看自己家里需要大小，当然你们也可以一次煮比较多量，分2天吃，但是因为有蔬菜，所以我是建议大家一餐就吃完。然后现在要先用盐巴还有黑胡椒腌肉。这个白酒是刚刚去偷学霸的酒，我会建议用这种白酒，不要用米酒类的，是因为这道菜比较西洋味，然后米酒是比较中式料理的，所以如果大家家里有白酒的话，就尽量拿这种。我没有分牌子，我在温哥华也是用别的白酒，所以大家不一定要买这一支。
去 Seven 拿了两个虾皮的包裹嘛，然后我记得其中一个东西是什么，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我买了什么东西。你们会不会像我这样，就是常忘记自己买了什么？我先开一个我知道的，其实就是那个啦，我又买了一个大的奶粉轻便盒，有时候粉红色小的那个有点不够装，所以我又买了一个大的，然后这个我选绿色，我觉得这个绿也蛮可爱的，这个就可以装到比较多天的分量，如果出去三天两夜就要用这个，因为上次宜兰两天一夜用小的比较刚好，但如果要三天两夜小的就不够。另外一个这个到底是什么啊？对对对，想起来了啦，我呢一直想要找很简单设计，就是没有任何花样的后照镜，可以放在停点那边，像这样我就可以开车，或者是 Kevin 开车的时候就可以从后照镜看到他。但是我在网络上或者是很多店面看，都是那种米奇、米妮或者是什么外星人，就一大堆有的没有的造型。可是我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人，我想要他单独一个镜子，我不想要有任何造型。然后我就在虾皮上面找到了，看一下他的 size 怎么样。他长这样子，这样。放在我们车上会不会太大？明天胖胖看好了。哦，它是这样，就是后面这样。好，我不知道怎么用，交给 Kevin。今天忙碌的一天又到了一个 ending， 小朋友要哭哭了。我等一下喂他喝奶奶之后，因为他已经洗完澡了嘛。喂他喝奶奶，然后我就要去全身洗澡洗头，因为我现在全部身上都是油烟味。好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